听佛法伫伊个圣殿，全体伫伊个面前拢着尊敬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个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即是咱大家来吟圣诗，圣诗173首。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是人在，上帝即是人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做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虔诚礼拜，心花全意敬虔跪拜。若一心对上帝，信服主天化解，何乐依靠万代？请来起立，来吟一首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捌我。我知你的话。
你对伊远远在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前后为我。这款的灾难资料，我会未识读。我要去打落相比你的面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。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抗压我。就黑暗也袂压抗我，予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一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贵。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感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？Thank you.
们大家来。主祭大堂殿位的上帝，就是使阮修法道，互阮今仔听你的人，真受伊改变的人。主原在阮有犯罪、罪孽、罪歹，来背叛你，离开你的法道甲改变。我若无听你对圣经一切的话，主啊，阮知你是公义的，公义归伫你，见效归伫阮，亲像今仔日共款。主啊，恳求你照你的公义，互你的受气甲你的大受气，我顿离开你的教会，离开阮永福教会，就是你的圣殿，离阮对阮的罪恶。四位人都看见你的眼光，所以阮上帝啊，听你求阮的祈祷，恳求你，佮因为主的缘故，互你的面的阳光来更照阮他方的教会，阮的圣殿，阮的团契，阮的属工，阮这个永福教会，阮上帝啊，求你阿耳孔来听。请你开你的目睭来看顾阮盼望的时间团契，甲用你的名来设立的灵福教会。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，毋是因为阮家己的意，就是因为你的大怜悯。主啊，请你来听，主啊，请你来下令，主啊，请你来听过来行。我的上帝为着你的恩膏。我的恩情，因为你的教会、你的百姓、你的团体，拢是奉你的名来所设立的。我来感谢、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。